充介绍福克斯的一个人物动作控制，他这底下是没有，但是可以利用这个去深度空间模糊啊，深度空间检测去充当。这个深度空间的功能参考图，参考图片结构深度空间直线检测，它可以利用这个充当Stable Diffusion 里边这几个功能。当然控制人物姿势也可以，其他完整版基础的可以看我上期教程，熬夜的别看。分享一下我笔记里边的工具 AI 实时排名还有提示词。这个我用的是这个脑，我的笔记有介绍断脑云的在线 AI 绘图，优点就是备用免费，用我这邀请码进去可以免费获得积分，可以免费用，免费就好。然后我这边有很多这个福克斯的300种风格，这图片风格比官方的会更详细一点，看得更清楚一点，这样子选择风格就更方便一点。还有 DALL-E 的厌世不重复的提示式格式，它的优点就是对句子的理解比较复杂，等逻辑都可以理解，所以你可以用它一种厌世改成自己需要的内容，这里边都不重复，大家可以自己去使用，这样子生成图片就快很多。当然这个只适合 DALL-E， 因为它只支持句子，其他不适合，这个提示是只支持 DALL-E 这全部。然后我这边用这个在线的，在线的就是备用急用，有时候本地安装出错或者什么的，这边我就简单演示一下这个模特怎么变。这边随便打一个在树林里跳芭蕾的一个男的吧，然后上传一个树林的图，再上传一个你需要的那个人物姿势，把它勾选为这个深度模糊，这边这个就参考图就可以了，默认设置，除非你要求跟它很像把它提高，不然的话不需要。这边因为你要参考它姿势，所以这边稍微调高一点，比如你可以调到 0.9 或者1都行，然后生成一下试试看。我这边的数值调的是 0.9 1.3， 然后选择这个 CPDS。 这个在线的这种就是备用，有时候本机硬件没那么高，突然间你想要快速解决问题的话，就可以用这个免费积分运行，它速度就会快很多。它有15种显卡的选择，显卡10000多15000的最高的应该是。它这个前期第一次使用它要加载模型比较慢，后面就都快了。优点就是各种模型啊、软件安装啊、插件啊、什么更新啊都不需要去管，就是直接用，而且它提供的也就常用的这几个 Stable Diffusion Web 福克斯，其他基本用不到，就这两个。其实这几个理解为同一个吧， Conf UI 就比较复杂的那个，福克斯是这四个里边，这五个里边最简单的吧。它是按分钟计费的，还行。
就第一次加载这模型慢，这个不好。我这里边提示词就很好用，比如我想要这种效果，什么关公用树叶堆积成的，那你就把这提示词结构，把这里边的关键字换掉即可，背景什么都可以换掉，它就可以延展出各种各样的。DALL-E 就有这个优点，它可以控制风格一致性非常强，像这个也是一样的，它可以完整的控制这种风格的一致性，它对句子理解比较完美，所以可以创造出这种，所以我也只提供它的提示词，其他的就不提供，因为其他抽卡随机性太强了，意义不大。呀，还没生成出来，好吧，生成出来结果大概就是这样。它其实很快，只是因为加载模型比较慢。因为我每次只用一分钟或者几分钟，所以这扣款都是几毛钱或者一块钱。这个是用了多少分钟？用了快半个小时，一块钱。还行，不过我建议还是用积分免费使用，因为我这里边有链接，直接点过去它可以获得积分，就获得免费积分免费用。好，现在开始了，这个就是它渲染的速度，所以比较快。加载模型的那一步不算，像这个速度就还可以，这个是选择高清模式60步，大概一分钟不到，它就非常快，30秒生成完一张图。当然你想让它穿什么衣服你可以自己定义，这样子它效果就非常 OK， 而且这个动作控制的也很精准，想要更精准可以再提高，比如把这再提高。我们可以再生成一下看看它这个在线的速度。所以这个就极远远，我这还不是选它最高的，如果我这好像是选它最低的，选它最高的那这个就不只是30秒，可能更快。因为我们本机渲染一般一张要1-2分钟，选这个高质量的话都要1-2分钟或者5分钟，太慢了，所以如果极远的话这个还可以，还可以把速度提升到20倍。毕竟一般公司电脑显卡不会配那么高，不是为了让你用 AI 绘图软件的。这样子一分钟就可以生成出文章图，所以这个效率就非常高，而且基本很完美。如果你想要让它背景更显这个，那你把它提高就好了，不过一般最好不要提高到1，因为太高的话有点怪怪的，就是它发挥的自由空间减少了，就会生成出很奇怪的
东西，所以它的权限，这个相当于一级控制跟二级控制，一级控制，然后再二级再控制，这个控制这个，这么一点简单一点嘛，这样子它就更接近这个效果，并我们可以把这个再提高再看看。奇怪，他怎么深圳窗外都不穿衣服？关掉，装机。所以这种备用还是挺好的。有时候本地部署的会出现问题啊什么的，好多那个不好解决，一般都是重装，解决没有意义。那个是软件开发者去解决的问题。你看，如果你把它相似度提高的话，它就会生成很奇怪。它因为它所控制的范围就很少，所以一般这个就不能太高。这种集怨的话还行，因为每次怨的话也就十几分钟嘛，除非你一直抽卡一直抽卡，那就把这个控制的权限降低一点，它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就更完美一点，就不会受制于你这张图，大概就这意思。然后像这里边什么权限，其实很多都是跟这个控制一样，一级二级这样子的控制，像这种就是上面下面，其实主要还是上面，底下差距不大，你理解为二级控制。这样子就非常完美。然后使用完记得要把它关掉，一定要停用。我上次是忘记点了，它就一直开着，结果就一直算这个积分，停用完它就会显示损耗多少积分。这次使用大概十分钟四毛，还行，这期就到这。